家刚刚我们去吃那个最历史悠久的大三角芋头饭，是真的好吃，就是它的肉啊，我是不吃内脏啦，然后它的卤猪脚、卤蛋、卤豆腐都很不错，我是很喜欢他们的那个咸菜汤嘛，只是我觉得它的芋头饭有一点点小份，我最近是比较吃的比较少，所以我觉得 OK， 但是我老公跟他朋友都吃了两碗饭。那这一次的旅途呢，主要就是明天我们会 check in E&O， 一个小小的 staycation 这样子，可以说是我的 baby moon。今晚的酒店呢，今天就住一个比较普通的酒店 Sunway Hotel， 这边一进来左边是洗手间，空间还蛮大的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全身镜，然后一个超大的床，它很像两张床拼在一起的感觉，然后就这样呗。外面呢就是那个好像是叫 New Lane 吗，忘记是哪里晒了，刚刚好像是左边这边那个 New Lane， 我们上次好像有吃过了，可是也是很多年前了，好像应该有两年，还没有决定晚餐要去哪里吃。我是找了很多，因为我很喜欢吃叉龟雕，我是找了很多叉龟雕，可是今天星期一，所以很多店都没有开，所以等下晚上再决定，现在来休息一下。这边走出来就是 New Lane，来对面这里吃这一间，我点的是鸭蛋加哈的，虾很大颗，他点的是鸭蛋加虾子的，因为一直下雨走不掉。我们来吃我们等了超久，雨都不会停，所以我们大概回来非常的近，终于准备好要出门了，现在去吃午餐了，本来的早餐变午餐。我今天穿的这个裙是之前 Mango 买的，这里看起来超臃肿的。可以现在去吃早餐的地方吃午餐，今天行程应该是一直吃一直吃，等下三点 check in 我们的 E&O Hotel， 我们有 pre-book 了一个下午茶，就三点到五点。咖啡很浓，他要把这个他烤的刚刚好，不会太干。妈妈今天穿的好，在衣服店买了一件衣，它是在那个 China House 蛮出名的那个吃蛋糕的 cafe 旁边的那一间衣服店来的，就这边他们是做批发的，我是刚好趴在他的门口，所以就去看一下。这个唇油真的不怎么会掉耶。还是朋友强力推荐的，这个是龙的粗米粉清汤，这个是石斑，这是我们朋友点的，超夸张，还来呢。这里是 Owen Heritage 的这个 lobby， 下来这里吃 afternoon tea。
我点的这个是 Orange Passion Fruit Tea， 我们的下午茶。这 afternoon tea 是跟房间一起 book 的，所以有 15% off， 一个人 normal price 是99。看起来它的食物都是我会喜欢的，所以我才会来。99的话蛮值得的。我们现在从这边走去 New Wing， 我们的 hotel 是在 New Wing， 刚是 afternoon tea 是在 Old Wing。走过来好远了，好累。欢迎来到我们的房间。房间一进来，左边是浴室，有两个洗手台，然后这边有衣橱，这边有一个浴缸，可是我就没有泡浴缸了，孕妇不适合泡浴缸。淋浴间。然后厕所，浴室出来这边是电视机，还有这个工作台。门一进来的右边这样子是我们的床，有一个侧 sea view。 我今天一回到房间就胃不是很舒服，然后睡了差不多要两个小时吧。本来我们是约好要去旁边的一个 restaurant， 是在 beach side 的，就看日落这样子，结果我们三个男的自己去。然后现在9点多了，要去觅食啦。没有错的话，应该去 night market 吧。剩下几档罢了，吃了。我觉得 Kway Chap 的粉厚，很，很粉。The butler。茶呢？这我的宵夜是吃剩的这个下午茶。Hello， 大家早安，我们去吃早餐。这边是 New Wing 的 lobby。早上起来肚子不舒服，所以来了一个清粥，还有这些淀粉。后面是海景。两颗很不一样的早餐。I feel so lucky I met you and I still 来吃午餐，吃这间 Nyonya。